大家好，我是 Mark。 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方法是帮助他们可以成长，成为一个不需要帮助的人。做慈善也是一样，我认为帮助基层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教他们如何可以自食其力。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惠家，他们的出发点正是如此，可以帮人尽快成为不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一个义工队也会在2016年11月20日下午与惠家一起在柴湾浸信会给当地的基层小朋友做一场人生游戏，帮助小朋友们开阔视野，体验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为他们的人生梦想再种下一个种子。届时我也会本色扮演一个角色，想知道我会扮演什么角色的朋友，欢迎大家一起在11月20日下午，我们一起去为这帮小朋友做贡献，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同时如果你也同意这种慈善的观念，欢迎大家为惠家募捐，金额不限，多多益善。如果金额超过100港币，您会收到惠家发出的捐款收据，方便您的税务安排。头20位金额超过500港币的朋友，我私人赠送大家我们公司代理的美国最新的健康产品甜睡益。这个产品呢，可以帮大家每天晚上都舒舒服服的有一个深度睡眠，这个东西价值620块。头10位金额超过1000港币的朋友，我私人赠送大家公司代理的这个在好莱坞获奖的干细胞技术的面霜，这个产品呢价值是1050元，里面的包装技术有惊喜哦。请扫码加我的微信与我联络，多谢您对慈善的支持，我们11月20日下午见。